我们先把英雄继续的讲完。他昨天讲奥德，昨天讲奥德西里西，而且其实他也很帅哦，你可以看他技能。哦，这个游戏还颇红的啦，吼，那个里，还有他技能。这次可以接受吗？我们可以接受的话，我们就继续主线了。啊，不是说要打 PVP 吗？嗯，召唤。就进行装备熔岩，是，好，血沟是什么？嗯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这么几米，这是我们的限额。